叶青与怀疑我，叶希望还天天跟着我，我得另想办法寻找新的药力。二少爷，顺涛，你可有看到大少爷？大少爷，哦，大早上就出门了，还问小姐借了20两银子，恐怕又是去。 脱一件衣裳，叶大公子刚刚已经赊了一件，要是再输一件，可就要一丝不挂了。郭德叔，你个姑娘家都不怕看，我们害怕脱吗？来，那就来吧。哎，客官留步，请问你找谁啊？叶泽宇，在里面吗？啊，您找叶大公子有什么事啊？我也好替您通报一声。 来打断他的狗腿！列祖列宗保佑，千万要赢一回啊！你们也不想看到孙儿给你们丢人现眼吧？啊！ 大家好，二弟，你来了。穿上你的衣服，回祠堂，跪家访。是，我这就去。哎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